是与庄泰山一起奋力击出全垒打，恰恰彭正敏曾缔造史无前例的打击王三连霸。去年刚宣布参加最后一场明星赛，事隔7个月又传出今年球季结束后将要退休。今年明星赛是我最后一次参加，希望接下来的明星赛可以有。 更多年轻球员。据了解，球队21号开训才刚公布，彭正敏月薪70万，再续1年球员约，保持4年教练约，也持续朝着球员角色方向走。但没想到隔几天就传出要退休的消息。接下来不管打多久，我希望我的球迷能够好好去。 现在我的球技，好球技众所皆知，恰恰即将迈入职棒第20个赛季，生涯累积1960支安打，190支全垒打，1064分打点，上垒率达到0.43，是初赛500场以上的野手中最高的联盟纪录。据传，一旦他从球员身份退休后，就可能被球团送到国外进行教练深造课程，或是接任球队教练。相信。 有你们的支持，中华职棒会越好，谢谢你们。目前虽然球团及恰恰本人不愿多做解释，但球团30号将召开记者会说明，可能确定本季打完后将褪下战袍，结束选手生涯。记者夏君成、李玉涵台北报道。